咁我哋向市民送嘅大禮就係呢個填海新城澳人澳地。咁喺呢度都好清楚見到中央批准澳門填海新城嘅350公頃土地，呢個 A、B、C、D、E 區。咁樣係當年澳門特區向中央政府申請嘅時候，我哋就已經去信温家寶總理，展述澳門過去賤價批地起豪宅嘅情況，所以。 當中央政府批准填海新城嘅時候，亦都增新增咗呢個條款，就係填海新城嘅土地係應對澳門住屋需要嘅，所以我哋就順勢提出澳人澳地嘅政策，喺規定填海新城嘅住宅係限定只准許不多於一個單位嘅澳門永久居民購買，嚟到保障我哋澳門人嘅房屋需要同埋資源。 喺之前，我哋第三組民主倡澳門呢度牽涉到係過萬億元嘅公共利益，好多權貴喺度候住啊！